小雨现在满11个月了，11个月零34天，称她现在体重是多少哈？啊，不要开，不，哎，不要开啊！你大家好，我是月月，爸爸。啊，不是这个节奏，知道吧？你这样会让妈妈不开心了，我跟你掰都没劲儿，知道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吴老三。今天的早饭，跟那个老婆上着，我看他吃饭得的了。哎，没呀，跟那里边。哟，快点，快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朋友说，小雨现在多胖了，多胖了一点，我给你们称称哈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多胖了。耶，耶。有好多人关心小雨每天吃啥，像俺这儿了，你看挂面，手工挂面，挂面、煎糕，一会儿给他做点辅食的，你这胡萝卜、山药，然后给他整点这个叫地瓜泥啥的。他现在还小了，他其实他吃东西，他吸收好，然后吃不用吃到营养的东西，肯吃的了。你看胳膊也肉肉。哎。你看我不动手，他都给爸爸。你也喊你不坏点事业，把他生下来，又喂他，又养他，又宠他，又给他买新衣服，到最后回来还是俩字儿，爸爸。我这也生活了，我也是个保姆，个个的保姆。是吧你？这一个鸡蛋能吃完了没？吃完了，一天都是几乎2顿到3顿饭，不多。然后吃一小碗挂面，都是一小碗饭。然后吃一个鸡蛋，要炖鸡蛋糕的话吃俩鸡蛋。你儿呢？我也再大点儿，能进里面来点儿。好了好了，咱俺喝点儿快点儿，快点儿了。喝点儿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满足了没你？没满足，还要。来吃蛋蛋。来小丫丫，等不及了你儿。我等等俺娘，这吃了他是不能吃，还小了。然后吃了都是大的吃，然后他光把这个花儿吃，花儿都捏上糊。呀，大哥，那个，还流嘴水了，你那没点出息呢，小吃货。好家伙，你看见吃的那家伙都走不动路了。嗯。好家伙。阿喜有时候偶尔也是个小保姆。看孩子的重要任务，有时候也是俺洗衣的任务。是不是你？给姐玩好吗？俺。俺房这里边挺老实的，出来了。特别愿意跟他弟弟在这玩。俺当一个妹妹的姐姐，比表现好。啊，比你表现好，比你照顾好他是呗。爸，给三个小时。月月，哄好多没？称了体重俺这都。小月现在满11个月了，11个月零34天。称他现在体重是多少哈？记住，马上都快一尺了。其实他这一尺啊，我感觉过了真是挺快了，因为这是在欢乐中度过哈。来，开始，来，给妹妹称称体重啊。我也要去。娘，你这是这个啥子呢？克拉腿。走路了呗，走不住。你这，他的。啊。不要开。不。大。哎，不要开啊。有点。这是私密啊，你要不要看？2002069。哎。要不你上去抱他，把你排除最后。再自己啊，我先下来去。嗯。搁定吗？哎呀。搁定了。多少天买呀你？30。啊，30啊。我也上去抱了我的体重了啊。你挑衅，你不到150。来一，来上上上。妈妈，哎，你得把拖鞋脱了呀！拖鞋能有2两吗？你来，180，哎，180，洗衣那太的了。180，我这样子捏，我捏到洗衣。180，他才20斤呢，你都160斤呢。你别吓妈妈啊！叫妈妈好好称，好称，像洗衣有多重？洗衣，呀，50斤啊！呀，可以啊妮儿，平常也不少吃。哎，雪月嘞？那谁呀？可惜，现在要200加上没事儿。你咋？哟，63斤半啊！可以呀，雪月。那雪月现在在这儿。啊？妈妈，上上上！
你要自己过程啊，人家自己会过程，自己过程，逗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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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还要上，他自己要上，哎，你整的你不能白点，上吧上吧上吧，往上捡了，往上捡了，来，一个在往上买了，哎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哎呀，这个太阳上了，走，唱完了，啊啊，21斤。20.09，还是20.09？哦，21斤，妮儿，你一个月没长成来，知道呗？结回报了都不行了。呀呀呀！回报直接多少呗？回报直接一直21斤，给回报之后吃的多了，他还是21斤。今天没空事儿了，刚才吃了呗？你空事不空事啊？你也回报了，减肥了，妮儿。啊？吃完的。想着一斤，这家伙回报了。不长肉了，不长苗了。